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在柬埔寨工作生活的焦莉。由于昨天喝多了，今天早上非常难受，所以今天打算出来找一找柬埔寨面馆，来暖一暖我的胃。今天无意之中发现了一家越南河粉店，所以打算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越南河粉店。因为这家越南河粉店是我在柬埔寨吃过的最好吃的，也是最正宗的一家越南河粉店。它的汤汁肉香四溢，加上柬埔寨的那种香草，一起吃下去非常解酒。我们找了半天也都没有看上，最后在这家越南河粉店停住了我们脚步。我们走进去看了一下，感觉气氛还行，也比较干净。这就是里边的风景，大家可以看到确实是非常干净。这个中岛吧台也感觉非常专业，它的后院也其实也非常不错哦，非常宁静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去开始点菜了。那这家店的名字叫 CT4Coffee， 这个不是广告，我只是和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来看一看。越南牛肉河粉5.5美金，挺好的。我就这个吧。啊，还有我最喜欢的鸡腿饭，4.5美金，价格还可以接受。它的总体菜品价格都在4美金到6美金之间，最贵的好像不超过6美金，还可以加上鸡蛋和肉啊，还可以加面什么的。饮料是大概在2美金到3美金之间，外面还有抽烟的大叔，挺文明的。啊，我们的越南春卷出来了，炸越南春卷一定要加上越南辣椒。沾上一些料子，我们尝一尝，还不错哦，非常好吃，我老婆说很好吃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里边应该是鸡肉吧，还有一些胡萝卜什么的，孩子也非常爱吃。在柬埔寨吃饭喝冰水是必须的。啊，我们的面出来了，有肉丸，有肉，有鸡蛋，啊，这是生牛肉。来看一看都有啥哈，不错呀，还有肉丸哦，还有牛筋，刚才还闪过了一片牛筋。这个河粉还可以啊，吃东南亚美食一定要加上这个他们的绿豆芽和这个香菜。刚开始的时候非常不习惯这个香菜，现在已经习惯了，任何地方缺这个香菜的话都很难吃下去。最后还要加上柬埔寨的青柠，这青柠汁加上就是一个画龙点睛之笔，然后搅拌好啊，拌好吃就可以了哦，忘记加入胡椒了。肉香四溢啊，我老婆也非常喜欢，满口的肉香味加上香草味真的是非常香，也非常解酒。吃完这个我的胃都暖了很多，感觉酒已经解了一大半。我感觉特别是女人喜欢吃这个东西，我女儿也非常喜欢。你看还有牛筋呢，这牛筋是我最喜欢吃的啊，加上牛筋再来一筷子，孩子也非常喜欢，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看来以后我可以经常来这里了。好吃吗？牛筋，牛筋确实不错。这5.5美金肉确实很多，一点都不心疼，感觉还可以。啊，这个汤确实是很好吃。春卷吃完了，就连我的小儿子也非常喜欢这家餐厅，也很喜欢吃这家的面呢。看来我们以后可以经常来的几家，下次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试试看他的这个鸡腿饭。
我非常推荐大家来这边多尝一尝，确实很好吃。周末带孩子来这边吃一次早中餐，确实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因为它的对面还有一个家具店，吃完饭还可以逛这家家具店，非常不错。两份河粉，一份春卷，一份草莓汁，加在一起不到17美金，我们吃光光了。好，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后院出去。柬埔寨生活，只要您适应了，就快乐非常多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频道，以后我会继续分享我在海外的工作生活状态。非常感谢，希望您点赞关注，谢谢。